确实。哇！乌人搞歪了。又是下一波无人的事了。谈了呀。给低调的走好了。
哎呦，他非要往我这带。打了个钻，有点慢呢、啊。先是修人皇，可以。妈呀，完好无损的电机。你揍他呀，你的猴子过年啊。板
有种你就拒我。秒倒，然后娃娃没了，挂地下室就把它卖了。这都打得到啊！全新杰克，我的内心毫无波动，甚至想多碰会儿电机。
稳了，稳了。别扯不下来。自足。小雪呢？完全不着急。弄不了了。看这鸟没给呢。
哎，什么情况？肯定开呀，你不开，你等到吐死他再开吗？哇，他没听进去是怎么打到魔术师一刀的？中装和张狂。地狱怎么这么频繁啊？想卖了。翻回去啊，干嘛？哎，神仙，神仙。
告辞。送个针，出个手机，针是摸不好的，只有手机能。我靠！怎么那么多香水？我又不是调香师。那倒无所谓的。上分神器都不用。哇，那边放了个盒子。盒子没了就死了，这也太真实了。
哎呦！转大房呗，怕个啥？等我起来再点可好？不管了。这怎么还是个红蝶？
怎么就传了？他不杀盲女，杀谁呀？打得动，哇，笑不动了呀。感觉像个蚁人。还好摸好了。不传了。哎，累了累了，把头修累了。收个手机。拿头贴门，点不点？刚才插刀了，别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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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旦倒了，我就开不动了。
修三连，膨胀，快走！倒了走，哎呦，吓死人了，这个人。该去医院了。还打一刀尸体，这个人。他不爱踩板子，带着装潢。他那是压好了。
像这个，这不心态又崩了，没错，又是我。踩了个三层丝，打开没？打开没？哎呀，还被揍了。修一台啊，那魔术师重新修一台不就没了吗？守在电梯何必呢？你又守不住。过来点啊，我怕啥？慌不慌？哎，肯定前气球。放血。
哎呦，怪不得他们都发的信息，说快走，原来是这样。熊啊熊啊！他被金金像一砍三。直接丢一台，屠夫心态崩。不往红胶囊中间看一眼吗？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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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蹭一蹭。哎呀，这个人，你都敢签了，不拍吗？死追的话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又得杀这个咒术，何必呢？死这一个结石都比这个黑妹好。让我蹭一蹭，别摸好了。哎呦，这个人简直了！魔术师已经在修了，逛街。你就这么想杀这个黑妹吗？欠钱啊。哎呦，杀人！
哎呦，差点给点了！打呗，叠五层挂我，看你怎么赢。 那追不追？偷人喽！他肯定又要回来，等他回来门已经开了，等一会儿吧。 我有修呀，懂我意思吗？希望他懂。